基本上，是可以跪腿的，可以三点着地的。就是柔道是这样，柔道，这样，对吧？杨波你啊，柔道是这样。中国跤呢也有这个动作，中国跤是皮带一样，这直门带，这叫直门。那所以直门，你说 rope 呢？rope 呢？对，上手呢就是偏门、直门。为什么不干？这样的直门，对，直门偏门，偏门，这个跟柔道是一样的，柔道是跟这一样的啊，大点。然后呢，中心带啊，中心带，切，寸头后带，啊，再是那个叫 boys， 然后呢，还有两个，一个是抓，是小刺儿，应该是小刺儿，这个，但是小刺儿，但是这个用小袖，但是一般呢。这么抓也可以，最好是，你这么抓，这么抓的动作呢，比较好做一些，啊，顶也好，或者滚完拉都可以，啊，这是就是基本。艾克斯里面，艾克斯里面干个劲。抓紧了以后，我们怎么蹬手？啊，干个阿克里奇。对，咱俩所谓无动的。一个是这样，这么，这个蹬睁开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就是爱的普拉比的这种情况，比如他这么抓着我呢，你也是左键，是在挂头，你往这儿摸，然后你对，然后这样呢，你抓的越紧，你抓的越紧，这个我就你摸是咋的？对，是在挂头，明白吗？一个是呢，这是一个方法，然后呢，比如说，现在呢，我们。开场的时候呢，就说不要一上来就是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哎，你大，一个了，再开场，再захват。可以这样，没啥。с кисти начинает。这样，我不用去抓，我。не сразу。这样就在我开场的时候呢，我就不让你抓。Пограйте сюда, пробуйте брать захват。这么抓不犯规，这么抓是犯规。Работа за захват работа, да. Да. Можно, да? Да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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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Да.要不你啊，对吧？肯定啊，皮带。但是中国跤呢，就是手小，可弱的，对吧？我不让你抓我啊，都可以啊。就是这是进攻的手啊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一些动作啊，这柔道叫你们叫体落，你们柔道叫体落。中日摔跤呢叫牵扯，就是走，这в них как раз хорошо развинуто мастерство выводить в движении, да, дуже хорошо вы, перекрывая ногу,很多东西其实跟那个柔道的动作，柔道可以这样，但是在皮带也得讲，但是在中国跤走，这个跪以后呢，就你输了，你输了。不赢了，我去过五十，输了一分，不赢了。按照我的讲，完这种情况，我怎么去把它？阿特里奇，阿特那对怎么开？怎么？你看看阿特里奇的动作。对，比如说我现在呢，要把手伸了点嘛，比如这样做，我顶着你走，对吧？你肯定是要压我。没阿亮，你信他吗？信了点，对不对？你父亲打的，我要这么走，我要使劲，对不对？然后啪。冲啊！行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我要这么使动吗？
Тречка. Учи коми Япония. По кругу. Искать друга. Качели. Да, качели. Яму. Uh, 就是我说话的时间啊，这和我刚才那个。